眼睛像妈妈的，眼睛像妈妈，像妈妈那还好。对对对。如果嘴巴像管理员，那怎么办？吴宗宪和欧汉声一搭一唱，默契十足，纵横主持界近30年。吴宗宪提携后辈，不遗余力。我们把你走的这期间所省下的钱，我们就做了这一个节目。所以你的贡献很大，谢谢欧汉声，看来谢谢你，会我良多，是不是？看来我有点贵。那如果宪哥走的话，我们可以在市政府。可以。不管是欧汉声、陈汉典还是纳豆，都说过在吴宗宪身边主持受益良多。Kid 更认为是宪哥改变了他的演艺命运。我笑果人啊，是谁？我好笑人，我好笑果人啊，他代表我哎，对，代表效果嘛。你以后就叫肖炳呢，结果现在肖炳呢的那个外号比 Kid 还要好，死了之前我都要扒着他。哦，等我飞，你就知道。Sorry。天后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吴宗宪直夸女儿聪明，不需要提点。接下来要和 Sandy 主持节目，他很有信心。他其实不需要我带，我讲真心话，他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一点。带女儿，带一个新人，就像放风筝一样，对，爸爸势必是要拉着你跑一段的，你一定可以飞得比爸爸更高。有女传一波，吴宗宪想带着吴珊如在身旁学习，期待女儿也能成为新生代的主持小天后。记者黄一文特别报道。